你俩拍起来好好看哦，嗯，超好看的。给妈妈加油好不好？可爱。我们带宝宝出去像在搬家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带宝宝去露营，两台车搬家，就是我们太没经验了，所以觉得什么都需要带。明天回家你就会发现哪些东西没用到了。偷拍他，想睡觉了啊、你眯一下啦。他不要自己拿，那你拿。你要配点水吗？还是配点内内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哇，他真的有事。因为距离上一次回家已经有三年的时间，在做的事情是值得被肯定。哥哥就一天到晚问这么多事情啊，是什么味道？奶，然后跟我们家专有的香味，现在越来越闻得出来它的味道，因为我们全家都变得跟它的味道一样。那你只跟你一起吃完了，宝宝。嘉宾。他们手上的爆米花，他植入到三次才有这个甜甜爆花。那其他的案例很特别，可以写教科书。但也很感谢他，很有勇气。那这条路上所有的女生真的都非常辛苦，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我们都走过来了，各位。一家人。哎呀。一家人，哇！哇！我们这次来新竹呢，其实没有任何什么行程。今天中午参加忘年会以后，明天去钓鱼，耶！这种无聊行程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也没有要干嘛，就是那么 chill。等等等，好像女生哦，还这样握着手手。你两个拍起来好好看哦，嗯，超好看的。他现在脚也有力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戴眼镜啊，你想要抓，想要抓，戴眼镜宝在哪里？戴眼镜宝，我也是戴眼镜宝，戴眼镜宝。太难了，请踹哥哥。哎呦，这样子。啊，我们来到松子鸟的一楼了，好夸张哦，太大了吧！真的是像一郎一样哎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开个门。看到你好感动。我给妈妈加油好不好？可爱。